我准备好回Tanzania两个月。我们准备回国了，好激动呀！哪里？我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。他再不回去，他老婆都不要他了。不是，主要是因为小孩子太小了嘛，那早点回去能帮老婆分担一下。对。我出来的时候，小孩才几个月。对对对。嗨。嗨。Are you okay? Not a minute. Don't jump. Hi, Maria. 这都是送你的呀，菲利。哎，这个牛油果还挺大的。等饭做好了，我再给你煮。这个几分钟就煮好了，很快。这个是我妈妈的妹妹。啊，你的小姨。你帮我找一个大一点的锅，我把这个溜汁宽粉煮了。这个锅能煮吗？可以。这个泡一下好煮一点。马上要回国了，这是我压箱底的美食莫小仙溜汁宽粉，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了。水开了，把泡好的粉下去。三分钟看我这多装几碗给外国人也品尝一下。里面有自带的大块卤肉，还有剩下的卤鸭好吃。尝尝这个溜汁宽粉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贝贝，哎，你妈妈吃的好香呀！哎，这汤汁我都舍不得浪费，再整一碗米饭汤。哇，这个看起来也太香了。我把你呀，太好价了。